上台演说该如何克服焦虑？专家建议上台演说之前可以做什么来克服焦虑？你自己用什么方法嘞？克服紧张，就是我会深呼吸，然后让肩膀放松。他们现在也知道这个。我克服紧张方法是一直不断在脑中 re， 待会要讲的。用熟悉来取代。哎呦，你嘞？吃东西。好，这些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来这边来。哦，我不研究那个对我有害的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